Hello， 今天要讲一个自行车竞赛都会看到的战术，叫做 drifting， 降低风阻策略。要成功冲线到达终点的因子有速度、加速度、位置以及最后阶段的团队资源。而这边要介绍的就是最后阶段的团队资源。领先队伍将冲刺能力最好的选手放在末端，让冲刺手留在后端保持体力。为什么在后端能省力呢？主要原因就是风阻。高速移动时，最前端破风的选手要抵抗 100% 的风阻，而排在最后的冲刺手只需抵抗大约六成的风阻，所以冲刺手先躲在后面就能有效的节省体力。理想的情况下，距离终点剩下一公里的时候，最前端的选手体力耗尽脱离队伍，就像火箭推进器一样，燃烧殆尽后脱离本体。白色的对手从后方攻击，相当耗费体力。这时候对手开始抢位，白色队伍一样破风手也体力耗尽，脱离队伍。最后500公尺，领先车手持续吸引白色敌人追击，冲线手甚至躲在敌人后方节省体力。最后300公尺，冲线手一样躲在敌人后方节省体力，白色敌人处在较耗力的状态。最后一个破风手体力耗尽了，白色敌人的体力也消耗了不少。冲线手在体力充沛的情况下开始冲刺，这时候敌人想追也追不到了。啊，送啦！